许个愿吧。你咋来了呢？他让我来的。你找他来干啥呀？不行，人多热闹。他是我前任。那你不都说了是前任吗？我说你这脑瓜了，你咋把他找的？他拿你手机给我打的电话。你也没个深沉呢，他找你就来呀。他说我来了有礼物。啥礼物啊？噔噔噔噔 ，LV 的帽子。你说这个 LV 有没有可能是个拼音？我手机突然没电了，我去做个充电宝。哎，那个我给你充呗。咋充的呀？这是华为 Mate 60 Pro 的反向充电功能。你这真贴心呢。来的华为你就拿着用吧。拿左下角领子忽悠我是吧？这发货图片都在这呢。前天我一注册就送了88红包，上线就立即见面，点领取哎就发货了。现在还有的领吗？那可太有了。左下角看之前的活动太火爆了，这次提供了不限量的苹果15 Pro Max 和华为 Mate 60 Pro， 哎，还有平板拍照送的，下载随便玩玩就能领，领多领少全凭本事。这活动能保真吗？左下角啊，是给平台报不过资质的，活动真是有效。你点我左下角这个链接下载，下载了的都能领。哎，这真有领取界面啊？你这还是隐藏福利华为 Mate X5 呢，赶紧点领取吧。哎，你说我俩谁好看？你好看。他哪儿好看？他眼睛好看。那为啥我眼睛好看啊？那个眼睛大。比我大吗？差不多。你俩同居过没？没有。那你俩一块洗过澡？啊，没有，这肯定没有。咋没有呢？你还骗我进去给你搓背呢？是你自己要进来的好吗？你给我开门，我咋进？哎呦我的妈！嘿，渣男骗子！哎哎。满意了？嘿，渣男骗子！这肯定是人过。哎呦我的妈！